块钱，然后学生要帮我们有一个是医护人员，希望要很健康的朋友，或者健康的医生，就医生也在过劳死，然后工人也在过劳死，然后薪水都领得非常非常低，我觉得就会流行出去，希望让整个台湾工人过得更好，要不然的话，这个这样下去是让台湾工人的生活越来越辛苦。那学生大队的诉求，其实除了包括就是说，希望就是学费不应该调涨，而反而是应该逐年调整，然后增加一些课程资源，这个他的资质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支出。那以及我们团队实行都是我们团队助学金和这个和所有助学金和劳动这个绑在一起的，希望他突破。我们认为主要。护理人员没有办法在临床继续工作下去的主要原因呢，实际上是我们的班表，工时过长也是。那待遇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实际上很多护理人员的底薪都没有到劳基法所谓的基本薪。像我基层护理人员自己出来，是由专家学者或者是卫生署的护理大佬们帮我们做决定，说我们护理人员的政策是什么。只有我们基层护理人员知道现状，我们认为这些。学者、专家或者是卫生署的大佬们，他可能是护理人员的背景，可是十几二十年的护理的平均薪资，谢谢班表，谢谢班表，逼我过劳，逼我过劳，十几中午的便当，要等到下班四点才能回锅，这是什么心情？劳委会不能够卸责，它是劳工主管机关的责任。我们四二七到劳委会跟他们开会，关于我们护理人员进行班表过劳的问题。劳委会极度卸责给卫生署，他们认为工时或者是班表的问题应该是卫生署的问题。事实上，我们诉求的是进行班表，违反的是劳基法第34条。他既然违反的是劳基法，那为什么不是劳委会出来负责？每天下班时间到，你就可以准时下班的，举手。各位，我们没有一个护理人员时间一到就可以准时下班的。但是你的医院有叫你下班时间到就先去打卡再回来上班的，举手。好，这个是我觉得现在非常夸张和非常畸形的现象。我们的医疗院所是要求我们的第一线的临床护理人员下班时间到了就必须先去打卡再回来上班，让劳工朋友能够过个好日子。劳工的薪水想涨也涨不起来，薪水不涨，物价全涨，便当涨了，油价涨了，学费也涨了，我们的日子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到监察院门口，到行政院门口，各位就把你们的竹签一根一根的往上插，插在这两位身上先生的身上，然后嘴里默念，请他好好照顾台湾的工人，因为他领的薪水都是台湾劳工缴的税金，可是并没有真正照顾工人。所以我们用2000个人的念力告诉他，要他忏悔，对台湾工人忏悔。破产司法立法，扩大教育经费，扩大教育经费，反对教育商品化，反对教育私有化，反对教育私有化。所有的工朋友，你的手上刚刚如果有纸袋机的，请你拿下来。我们把诉求送上教育部。1、2、3，走！第一张，中华电信的理事长反对勒令教育商品化退散。教育商品化退散，退散，退散。我们贴了8张大饼在立法院，所有东西全部上涨，结果我们的总统不知道民间疾苦。加油！加油！劳委会下台，王禄贤下台。
我们很清楚的在告诉我们自己，不管立法院的立法或者是行政机关的行政事作为，一再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们这些劳工朋友，我们只有用我们具体的行动，我们出来，我们要告诉这些有权力的人，有立法权力的人，你们要听到我们这些最弱势的人的愤怒，对不对？对。我们在抽的过程里面，还没有轮到抽的人，我们一起来喊口号好不好？我喊劳动派遣，大家记得喊什么？退散，对不对？对。劳动派遣。退散。劳动派遣。退散。打压工会。退散。打压工会。退散。禁止动产。退散。禁止动产。退散。当你的施政对人民有伤害的时候，我们是会用这种事物，我们会用这种行为，我们会用这种动作表示我们的愤怒。